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欢迎回来《进击的巨人》呀！我们好久没有来《进击的巨人》啦啊！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呢？因为老头呢啊，花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这个调查率全部都打成100%啊，终于全部打完了，可以解锁所有的一些隐藏剧情了，实在是太棒了。然后你又看到老头身上的装备也换了许多哈啊，其实这些装备呢，提升上去之后呢，伤害真的变高很多啊，然后机动性也变得很强啊。那该怎么讲呢？老头呢，这个装备有跟动之外啊，这个我们的兵长等级也练满了，最终技能也学到了啊，五连斩超好用的，打那种比较硬的 BOSS 啊，基本上大概五连斩大概发动了两次就解决掉了，然后呢？艾莲的等级也练满了，最后一个是什么什么之力，人类之力哦，我也忘记它的功能是什么。反正呢，这两只我都练满了，其他都没练啊，好不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我们的隐藏任务哈、哦，隐藏主线。予想していた範囲は見たはずだが、壁の穴はまだ先なのか。城墙的洞更难，城墙的洞难道在更前方？哦，あれは贝尔托彻。啊，距离之前的剧情有点远了，有点忘记了。私は中東兵団理科ブレゼンスカだ。で、壁の破壊箇所は特定できたか？他们在找城墙的损坏地点。ここは中東兵団による防衛ラインだ。これより先に穴を見落としたということは。会不会是错过了洞口呢？巨人が通れるほどの大穴を見落とすなんて考えら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おい、大変だ！不得了了！来人！哦，莱纳，还有加上莱恩，哇，出现一大群巨人。すぐに戻って。はい。哪里哪里？巨人に包囲されたか。何としても全滅は避けなければ、俺たちがおとりになって巨人を引きつけましょう。左右耳吸引巨人注意力。離脱させるんです。我们要设法离开这里，终章第二话死里逃生。今まで走っているところで話しているいずれ追いつかれるな。足の速い巨人はおびき寄せて、一匹ずつやるしかないんじゃない？来吧。好不好？兵长的五连斩屌不屌？帅不帅？哦，真的觉得还蛮好用的啦。来，我们先稍微去解一下副任务吼。我觉得这款游戏我玩这么久啊，真的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它的副任务了，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大快朵颐啊，就一直被副任务干扰，你知道吗？要前去副任务，然后帮忙他这样子，其实有时候觉得麻烦，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有没有？好，看这个副任务要干嘛？帮他守。我的准备要急。李国安长，巨人がこっちに気づいた。準備が整う前にやられちまう。まとめて相手して。準備が終わるまで耐えるんだ。帮他守住啊！哦，又是护卫，又是援护，麻烦死了。打钢铁援护就罢啊。每天都是这个。什么东西？哦，兽之巨人出现了，野兽巨人。巨人が投げたの。全員立ち止まらないで。標的になれ。おとなしくしてる。野兽巨人。俺の敵じゃない。真麻烦啊。おとなしくしてる。俺の敵じゃない。这边。おとなしくしてる。马儿乖，行嘞。这什么东西？这个，哇哟，哇，他丢石头。砲台準備完了，巨人迎撃のため立体機動に移るぞ。周辺の巨人は我々が引き受ける。那个兽之野兽巨人会丢石头啊？要死我！我们先去解分路副任务了，不管了啦。
哇，本队士兵死亡，还有五个哦，要守他们好烦啊！麻烦呢。哦，还要一路保护他们，真的是哦，受不了。他们就不会自立自足吗？我还有副任务要搞呢，真的很不方便啊。了解です。慢慢来吧，也只能慢慢来了。哦，看他又被抓，他又被抓了，真的是，一只巨人都撂倒不了，两只都撂倒不了，受不了。干什么东西？真麻烦了，要外背、欸、哦，你家，他们现在往下走了。喂，这样子剩下四个啊！我副任务不用解啦、啊，给他们这样子搞就好啦。哦哟，烦呢！如果突然停下来了，有人要死了啦！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要先直接冲回去救我们那位大大了。我们那位大大快挂了，先救他再说啊，他比较紧急啊。有没有？他要干嘛啦？发现汉尼斯。你想干嘛，哈尼斯？快点，废话不要那么多，废话快，废话快点！不要废话！我来是守。狼烟。来吧。再来，还有没有？还没一只。好，这个应该解决了。刀片，刀片，刀片。俺たちが巨人を引きつける。そこの砲台を利用してくれ。初めて相手した。剩下两个是吧？尴尬喽！救援要請か。おとなしくして。我靠！他们直接往那边冲，有没有搞错？哇！算了，我不解副任务了，麻烦死了，麻烦了。我要护送他，算了吧，我放弃了。那么远的地方护送，我觉得去打 BOSS 了，麻烦。那这种鸟副任务真的很鸟，你知道吗？已经玩到有点腻了，这个副任务。我还是乖乖打我们的野兽巨人。狙击。
大快朵颐，好爽。鸡鸡打得好爽哦，应该附近没有其他巨人的吧，他打这个巨人需要又丢这个熔岩弹啊，哦，必须要烧到把脚砍掉，砍掉你的脚脚，哦，他的手臂有点硬啊，先丢一下，啊，另外一个手臂头也丢一下，可以了，可以，可以了，秒掉他！哇，被他的手给挡住了，被他手给挡住了，这样不好打。不要哦，唔贪哦。剩这只手，任务失败。哦，他失败不关我的事啊。那个副任务失败，那个没差啦。好，击退了，成功。哇！倒了。逃跑了，逃跑了。那在干嘛？跳舞是不是？哇塞！抖成这样子，总算度过危机了。可是不觉得很诡异吗？应该没有破洞吧？居然是在城墙内出现的。城墙内有可以变巨人的人出现了。里面混了一只不一般的巨人，野兽巨人是吗？遇过好几次了。報告は聞いてる。巨人の群れにいつも混ざってんだろう。単なる気候子。わからんが。とり。Oh yeah。对哦，我们应该选爱莲才对。可恶。没关系，我们这一轮也是用兵长好了。我们下一轮改爱莲。好，其实爱莲的巨人之力比兵长还要强啊。只是想给你们看一下兵长的大局是怎么样子而已。調査のため。巨人の襲撃を受けたという町に入って、为了调查而来到了之前受到巨人袭击的城市。一人もいません。全部被吃掉了。でも死体が一つもないなんて、找不到血迹。じゃあ町の連中。そうですよ、きっとそうです。そんな情報は入ってねえし、避難した痕跡も見当たらない。也看不出有避难的迹象。ってことはどういう？さあ、不知道。哪里过？又有事情了！突然要迎战了！呀！中章巨人包围战，来一个杀一个！别跑啊！通通都别跑啊！囲まれて封印。四方の塔を使って戦え。对吧？好，一二三四，利用四方的塔迎击巨人吧。是什么东西啊？看不懂。我要来吧，来吧，来吧，差一点。無視はできない。我先把这边巨人杀掉再说好了，太麻烦了。No， 你很行。来哦！啊，要死了！哇！让我砍下面的脚会怎样？还不死啊，有够硬的！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一个都别跑哈。叽叽。可以去一下副任务好了。哇，居然没有空中换刀。各种救。哦，这就还好了，没有什么护卫啊。那援护任务就麻烦死了，这种杀掉直接解完的副任务比较简单啊。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想解，那援护任务我就不想解了。好，结束。求援。なんだこの音は。これが報告にあった巨人の投石か。全員立ち止まるな。標的になるぞ。好了吧。剩下那个光头哥。このまま押し切れそうだぞ。光头哥，我来了，光头哥。光头王是你。哇！哎，打不到是怎样？结束。还有啊。感觉打不完呢，这里，哇，这谁？西奇。没有，我没有看过这个人物啊。该不会是第二季的人物吧？No，得救了。哇，没有钢瓶了。好，那边有一个任务成功，捡。我要捡，让我捡。嘿，乖，捡到一个了。该死，各种求救。冲啊！先补一下血啊，不然再被抓一下我就要死了。没了吧？好，开，终于可以开始接我们的主任务了，太好了。先从这边开始。隐藏任务巨人。哎，出现隐藏任务的巨人了，来吧，来打一下好了。既然都出现了。该敲了、啊，哇！铁之巨人，来，可以。狼烟送。很硬哦，被打趴了，抓。哇，狼烟模式可以一直甩啊，好爽哦！本来五次变七次，哇哟喂啊！狼烟模式那个段数变高哎，我现在才发现。
再来，再来，砍！有了，有了，有了！致命一击！哇，被挡住了，不小心砍不到。再见！刺激，刺激！好爽啊！波の巨人より少し手間取った。好了，我们可以正经一点了吧？嘎，一堆外来的任务要让你搞，想好好打都不行哎。好，就这里在干嘛？守住吗？引诱出兽之巨人。哎，出来了！我们这边有人要死了。哦，他自己救自己了，太好了。引出来了，引出来了。哎，我们的那个嘞，补给包在哪里啊？补给包嘞，在我们附近，我却没看见，在哪里？包包嘞，塔上面。我嘞，居然在塔上面啊！哇，这边好多、哦。先拿了，谢谢。再来，谢谢。满了，巨人来了，失控状态。哎呦，这个会狂暴哦！防御后紧的状态，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进入失控。失控好不好打？不知道、欸，说真的。丢丢丢！连续大砍，再来自己的手丢。砍不到啊，他应该会用他的手去保护。哦，原来是这只手。丢。先补一下我们的瓦斯罐啊。走开啊，巨人哥。巨人哥。狼烟。呀，生气啦。砍的你，再砍，砍，强行硬破坏，哇，攻击好高哦，狼烟开出来，强行破坏，哎，强行破坏他的盾啊，又逃跑了，打钢铁逃跑。结束了吗？结束了。哦，好刺激哦！天哪、啊，哦，感觉好像还有两张还三张的样子哎，好玩，刺激！耶、yeah! ！好吧，那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哈，那我们下一集呢，再继续把这剩下所有的章节全部结束掉。好、哦，那没意外可能剩三张吧。哦，应该是啦，好不好？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哦，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进击的巨人》再见了，拜拜。